天下武者分为九品，一品之上可称天人。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他自称第二，天下也就没了第一。练到什么水平？去武帝城战王仙芝。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没有内力做基础，二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想把大王庭变成自己的真气，就得靠自己去解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。就你这悟性怕是够悬。小子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都说北凉高手最厉害，名不虚传。那就让我看看如今天下都是些什么货色。好汹涌的江湖啊，连环杀招，真正不死却在盘外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你要杀人，朕便杀你。这是我尽力公道。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